Hi， 你好，我叫阿文，我是代表惠州选举委员会的公务人员，以下主要是提供给你地方政府选举及登记的资料。惠州地方政府选举将在10月份举行，如果你已经登记投票，你将会收到可以在家投票的邮寄选票包。谁可以登记在地方政府选举中投票？所有年满18岁以上的澳洲公民。如果你仍未登记，请登记。如果你搬了屋或者改了名，请更新登记资料。你必须要在8月28号星期五前向惠州选举委员会登记或更新你的资料。年满18岁以上的非澳洲公民，住在地方政府区内及有支付地方政府差饷，都可以登记投票。这个是一项特殊的规则，墨尔本市政府同样有特殊的投票规则。所有住在墨尔本市政府区里面年满18岁以上的非澳洲公民亦可以投票，就算他们无需支付差饷都可以登记投票。请直接联络墨尔本市政府查询更多有关墨尔本市政府选举的投票详情。如果你不是澳洲公民而想投票的话，请在2020年8月28号星期五下午4点前联络你的地方政府进行登记。我们的网站刊登中文编辑的登记表格，请看银幕网站连接。如果你需要登记的协助，请致电9209-0101。